大家好，这里是牛不拉，我是鸽子。俺妈说叫这老房子收拾一下，春天下雪了，叫那皮菜放那里头。这几天要是变天要下雪了，真的就柴火煮过来这一冬整我呀。哎呀，哎呀，把骆驼上。给他弄筷子，一会儿都弄弄筷子回来。你那叫他摘菜去吧。搁这儿，搁这儿。你喊妈种的啥玩意儿啊？这是表啊。啊？这是那种俺爸俺俩结婚那种买的表啊。我还没有见过嘞。你说这就是座钟。这是不是搁这点俺的？哎，就是搁这点俺的。这嘞？这是个雕，金金雕。啊，这儿有个缝儿。哎，你看还新的字儿嘞呀、哎！这是个这儿上劲儿嘞。哎哎，这拧不动。拧不动了的。这我给你拧。毁了，坏了吧？没坏呀，这好好的新的字儿嘞。拧不动啊。哎，是不是挑那儿的问题啊？就得站起来吧。你看看，我看是上，是那种上满劲儿木，就挑这不走，要不是搁那里头，一劲儿满住了，别上。哎、哦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你看走开了不是？那是搁这箱子都上满劲儿了，上满劲儿就那摆那儿了。还是个棉袄、啊。这衣裳是我结婚那种的衣裳，你看放到正中，谁还穿的？那那结婚不是都大红棉袄、啊？你怎么绿棉袄、啊？人老说是红到死，是绿到老，不是？弄那个。这也不要了哈。这都不要了。这是谁的棉袄？这是俺爸的棉袄、啊。这是那种我小着的棉袄、啊，我拿回来，我说说再穿穿不贵了。嗯。这都，俺妈这兜里有东西啊，这啥呀？嗯，有啥东好东西啊？回头看。哎，包的还怪严实的。呀，这啥东西啊？你看，这是那种咱盖房那种，我忘了都。这啥呀？你这是那早前那楼。两角两毛两毛钱呢？这是楼两毛了，放着一看，这楼两毛了。掉了一个。咦，一看这俩毛主席纪念章，你看还这放着。就是。嗯，还有分钱儿。那你还我忘了，你看。那这箱子都不要了，这来这我看了，这没人事儿。没人事儿吧？那再有事儿了我。慢点儿的呀。给哥给装你兜里吧，我老了好忘事，你看，这放珍惜。哎，放这些年要不是拾到呗，这小孩还扒的丢了。这都不要当皮菜了。这就是事儿，真我用它了。呀，这都是好东西啊！这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两毛钱，这地上也用闲。看这小钱儿，这地上都有字儿。我也看不懂，道光通宝，好了，好了，收拾个我，收拾个屋子，收拾出来这么多东西，都是好东西啊！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“牛不拉”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就这些东西都搁到这表里头吧，别再放丢了。表是个大件儿。放不了。